在国服断三路，那肯定要和队友沟通一下，兄弟们想看花火吗？包 C 包赢。那队友也是欣然同意了。走骨干，要想富选上路，带个猫咪吃三路。上来吧，上来加法枪，拉住就行了。哎哎，后面是谁啊？我操！我操！上来吗？漂亮，或者别恶心啊！你死前能不能杀一个？漂亮，四个人。好恶心啊！对面一个猫咪怕不够你们分着吃哦，这么多人。光头你要洗了，修正，正在路上。修正，谷歌快快快，有吃的分你一半好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已经在第一时间打了。先给我奶一口，先给我奶一口，然后下去 A 一下那个，下去 A 盾，然后就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多刷点蓝，知道吗？哎，没事，打你算了，浪费蓝。我浪费的，哎，上来。现在那边，得给他拉回去了。没技能，没技能。完了，我被定住了，他们还有个空，我操！完了，剑圣来了，完，这剑圣要闪现接你，你又来干什么的嘛啊？哎呦，好接，哎呦，真的呀，不，你别恶心人呀，我他妈是不想杀你们几个呀。是时候了，来，我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哦，你被控了，没事，可以全杀，你还要被控一下呀，把你挡 Q， 这是真爱。烦不烦？老子只想上高地。哎，金神，别上头，这个打野还要来，你信不信？正在路上，没事，死不了。我还有闪现，走！烦不烦呀？你们几个玩不玩嘛？光辉是干嘛的？光辉是辅助，我操，牛批的剑圣！我想去救他，算了，不救他。两秒加速。这个位置是闪好了，是不被查打的。对不起。不吃线了行不行啊？我杀人还不行吗？虚弱，不吃线了啊！不吃线了啊！不吃线了行不行啊？恶心！来嘛，老子不吃线了！不吃线了还不行吗？啊！非要这样子，舒服了还来？走，打不死。完了，你被定了是吧？没事。两秒，快不先就先走。走，要走一起走。舒服了，这样舒服了，还好。招财，差点就刷新闪现了。我先拉住了，上来就行。先 A 一个。好了，现在没人管了。他走了，可以，10分钟了，终于走上小康道路了。这把鱿鱼被严重针对，10分钟只补了114个刀，也就10分钟之后才吃到三路，没有开局吃。走向富裕。哎，他不会飞我？没有，非剑圣。啊、哎，有个冰雨。被定了吗你？没。你说冰雨有没有大呀？
还好我第一时间把大给你了，不然的话我就被这一套技能给玩了。我还想吃，说实话，吃，吃吃下下下下去，然后吃了这波我闪走。冰雨打你也打不死，他没大的，他只有那么一套技能。这里还有这里啊！富裕起来了，富裕起来了。冰雨在家里好像不出去了，这样子，不出去就算了。轮子妈回来了，这波回了，我们也回了，稳健招财，好吧。我们中路都吃上一塔了，十一分钟，这么快吗？你要恶心人是吧？你凭什么来找我？吃两波，吃两波，先吃了走。我还有个盾。我在读那个兵，兵读完了再走，疯了是吧？这下舒服了。这里也是跟队友抱怨一下，一直被抓，补刀太少了。队友还是说很厉害，因为他中路吃了很多塔皮。走，招财，争取20分钟压光头250个刀，好吧？20分钟压他250个刀。好，这都不好亏。我们在高地把这三个人杀了，还有个空。太顶了呀，这些控，我操，中路吃二塔了。一下中单有没有14分钟吃过二塔啊？队友也是玩乐了，哈哈。这玩意儿追也追不上，你是真敢动射我呀。我有闪现可以拉开，这波就传得很稳，我被我们队友了，把线断了，在高地跟他们打，他们都没技能了，这波没大招的，都敢来吗？就在这一波无杀，等光恢复，先杀一个。还有呢，他拆了，五杀没了，拆了吗？哎，能接上吗？能接上吗？算了，知道吗？应该断了，都这么久了。杀了，杀了。游戏结束，中单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上单你这样玩，我们就在这是什么？我们就在干嘛？啊，这个是啥？是怎么打出来的？我们就在躺哦，这样子。